因为詹志尧的状况比较不理想，而且今天相对又是左投手先发，一垒跑者第一个球就要走，哎呦，这个球不球，陈志宏啊，没有能够抓稳，而且呢还碰到了主审裁判纪华文先生，哇，一垒跑者先起跑，所以这要记林志平的盗垒成功了。嗯，这个球来讲的话，完全也是到投手的垒，然后在郑其宏一个转向而已，林志平就已经起跑跑向二垒了。所以先起跑啊，林志平是计上本季第10次的盗垒成功。